前面似是个有人烟的去处，瞧一瞧。现在求饶。别动，跑出的路都得趴下。什么蹊跷一样事，我老朱倒要看看。我未曾说完呢。入这般宅，老朱若是再胖些就滚。怎丢开老朱跑了呀？显得辛苦从来不用。一退我扰，一进我逃，我们躲一躲，不
贤侄，这有一阵。猴急，让叔叔也帮你一帮。元老，里头正排筵席，快请进来饮几杯薄酒吧。二位贵客，怎来的这般迟啊？你们家夫人这次又没来吗？夫人碍于身份，
不便在下界露面，但他心里一直记挂着各位，特差小的送来这份薄礼。夫人说了，盼仙姑早日康复，早日上天一叙。夫人未来实是可惜，我们可是备了一出好戏要唱，专意等了这许久嘞。而今礼被偷了，人被杀了，不如拿你两个顶缸吧。我们不过是办事的下人，奶奶这是扯什么笑话呀？猪八戒，我知你生的丑，怕见人，但也不用要，顶着另一张猪脸哄我母亲吧。没颜色。我老猪一身上火，你母亲也不知哪一位，且得等着。好薄情的人，当年你在这岭上杀人放火，毁他清誉，如今却都不记得了。清誉？都做野妖精了，还有脸提什么清誉？我说呢，原来你就是那蜘蛛精的小辈。罢了罢了，叫我一声好叔叔，老猪给你几分面子，去那破洞里见见故人。你乐意去也好，不乐意去也罢，可不由你了。